小青，不要紧张啊。小俊，我知道你刚刚太累，现在眼神有点模糊啊。谢谢。你看，一二三，看这边，看这边。哇！你误会了，你误会了，你这样是失误了。他指哪边，你看哪边，你就输了。对，我可能是不知道规则而已。对对对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你们组合是这样的，赢了的就是赢了我了，输了就是不知道规则。哎呀，我做人太难了。没事没事，没关系，这才第一次机会。好。